This is our heartfelt series, where we show you the stories of our children before they came to the family village and their changes afterwards. Today, we want to introduce you to the Yu sisters. I've spent a lot of time with these four sisters these past 3 years. I can't think of a better group to jumpstart our heartfelt series than these four. Hope you enjoy. 你们叫什么名字? 我叫于三妹, 今年11岁了。 我叫于大妹, 今年15岁了。 我叫于二妹, 今年13岁了。 我叫于四妹, 今年8岁了。 你们从哪里来? 我们从密集拿来吕斯语。那你们讲的是什么语言？吕斯语言、景颇语言、还有缅语、中文。你们到这里多久了？3年。那你们来到家园之前是跟谁一起住呢？奶奶。我们以前的生活是。 爸爸也死了，还有爷爷也死了，那就我们四个就在奶奶的家里，那里一起住。 那你们以前的回忆是开心的还是不开心的？开心，不开心的。那你住的时候，中文不能学，还有别人说我们的爸爸妈妈没有。 很伤心，还有很难过。那于大妹，当你还住在家里与奶奶一起生活的时候，你觉得你自己责任很大吗？大，要照顾妹妹。那于二妹，你看到姐姐都这么多年，她需要照顾你们，心里面很难过，责任很大。 你什么感受？ 我觉得就是姐姐们都要这样子做的，我也要姐姐，我是姐姐，我也要这样子做。哦，所以你是姐姐，你也是效法姐姐，又照顾两个妹妹，是这样吗？ 啊，看来你很尊敬姐姐，很爱姐姐，以姐姐为榜样。那于三妹，你来到家园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其实呢，你也懂吗？这里住的也很差别，可以学习，可以学习跳舞。 一天吃三餐，还有可以感受到妈妈的爱，还有会哄睡。那你们到家园最困难的事情是什么？他说，学中文很难，学英文那边。没有。 哦，你没有。<笑>那你们是怎么样互相帮助的呢？为什么？因为我的学习有点大了，所以晚上他们练习功课的时候，他说姐姐我这个字不会读，这样就去给他读，我会的读，教给他。对，你们。 的梦想是什么？画画。我最想要成为的有两个，一个是想做医生，
还有一个是去不同的地方，像这样去开孤儿院，帮助别人，这样子，还有是烹饪，帮我做给吃孤儿院的。我的梦想是 engineer。哦。大学。哦，我想读大学。那你们希望对方长大以后都成为怎么样的一个人？不同的服饰色，还有自己的梦想可以出现。爷爷妹妹吧。李三妹说，李三妹她病的时候，妹妹很温柔的照顾她。哦，这么巧，所以她很喜欢李四妹。于四妹很会照顾人。哦，她说，她看到圆妹最她最喜欢的一部分就是她那个煮饭很好吃。哦，圆妹在家弄菜吗？煮菜饭吗？很好吃。